为特别来迎接母亲节，永康大湾国小是举办母亲节的感恩卡的创意比赛，由每一个年级的学生哦，家己来自由参加，有分做平面啊，个立体的创意设计。嘛，有学生将想要对妈妈讲的话哦，来写在这个卡片顶面，感谢妈妈对家己的关怀甲照顾。另外，大湾国小家长会嘛，分享康乃馨的回送，和办公室内底每一位老师，提早祝贺大家家节快乐。但永康大湾国小为了要迎接母亲节来到，是伫学校举办母亲节感恩卡创意比赛，由着各年级学生自愿参加。但是校长表示，参加学生非常踊跃，有平面立体创意设计，有学生要向妈妈祝贺的话，写伫卡片来答谢妈妈对家己生活上的关怀甲照顾。这是妈妈怀着我的时候，这个是小时候，这个是现在。然后我想要感谢妈妈辛苦的照顾我，会跟妈妈顶嘴，但都只是一些气话，所以我希望妈妈不要介意。然后我想说母亲节快乐，然后里面有我的照片，还有谢谢妈妈的话，谢谢她平时照顾我，用康乃馨装饰一个爱心，祝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就这个手牵着一个爱心，母亲节快乐！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！所以我做这个送给我妈妈。去跟校长。还有要跟妈妈说什么吗？她说什么？母亲节快乐！谢谢。另外，大王国小家长会由会长传了到学校，至甲妈妈，伫校内亲手包装250个康乃馨回收，准备要伫庆祝母亲节活动来分享哦，全校老师甲至甲妈妈。来感谢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付出。啊，康乃馨的话要送给我们全校老师的那个母亲节，那个礼物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志工，我们学校的志工也是很辛苦，所以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来庆祝他们我们的母亲节快乐啊，这样。我们后面哈、哦，目前是我们的志工妈妈在帮我们准备明天哈、哦，我们母亲节的。系列活动赠送康乃馨的感恩活动，我们希望借由感恩的过程，让孩子可以去知道孝顺的重要和品德教育的重要。在志刚妈妈完成了康乃馨回收以后，由着校长甲家长会会长提着康乃馨来分送予办公室每一位老师，提早来祝福大家，会当过着温馨又搁快乐母亲节。记者肖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